骗子，他说买这包肉给你。我买两包，我吃是三百里啊咯。一年只有三个月的产期哦。哎。都来几百块，来几百块。那，这边有了。你是固定礼拜二过来？对。各种小菜，葱油鸡、对鸡是我们家的招牌。这是葱油鸡，这是葱油鸡。葱油鸡。嗯。它都有分各个部位啊，鸡腿在这边。哦。看到吗？这个是烟。腌的萝卜吗？日本小萝卜，日本小萝卜。哎，这个微酸微甜，生甘丁。啊，那看哦。没关系，试吃没事。哎，来。
今年只有三个月的产期哦。哎，单称的、称重的，对，称重的价格都不一样，单价不同。好，来，你好。好，谢谢哦。好 ，OK。扩张啊嘞！这边就是正在开的，
来看到什么？蛋黄一桶，哇塞！先放完。谁黑哦？谁黑哦？我们老板，你胸脯吧，来家里放那个，来。要加个锅里头，我老家里锅里面煮掉。你都是做啥？烤王这边。烤王。烤王哦。哦，烤王这边嘞哦。好啊，啊我来下去。哦。以后我以后没七十吧。无啦，我没六十啦。哦。无啦，我多特价。哦好啊。二十。169。我要买西瓜，当天加吗？啊，我这无啥新鲜。